我想我知道一个咒语，能让你爸爸跟你有共识哦。嗯，真的？嗯哼，真的？哎，结连灵犀。发型不错，不错，我不接受不错，我必须是美丽无穷。拍照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没有之一。可是你昨天说见到萨尔贡法师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你都说是昨天了，今天是今天。想象一下，我未来成为明星，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，而且每个人都超级爱我。哦，先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当小粉丝在网络上搜寻他的偶像的资料的时候，他找到了什么？高中时期丑陋照片，然后就那样，砰！我的努力全部。白费哦，不用担心，我相信你的粉丝会记得从你头上冒出的那根笨笨呆毛。什么？在哪里？先走了，拜拜。不，别走，奥利弗！这什么呀？这叫做裙带菜，是海藻沙拉，快点吃。我午餐吃过海藻了。啊，太棒了！这道是他们最有名的红龙卷。红龙，这鬼东西要怎么吃啊？这要提供番茄酱吗？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带你到这座城里最高级的餐厅吃饭，你居然向人要番茄酱。快吃。嗯，快吃。快吃。嗯嗯。烤鱼来了。也许这一道会比较合你胃口。丽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说在哪里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，戈登先生？啊？什么？我应该去洗碗才对的。咒语让你们心灵连结了。想不到你终于安排好一场小小的表演。奥利弗，你真的好棒棒哦！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很爱。嗯，你也有一场小小的魔术，三岁小孩应该会很开心。居然跟我的表演在同一天晚上，还在同一时间，就在旁边的戏院。哦，我完全没注意到。好吧，希望看我表演的队伍不会挡到你的进场入口。祝福你。我希望那些没抢到票的观众不会挤到你家的门口。因为我怕你的天灵灵地灵灵会被淹没在我的掌声中。贾斯，我需要使用领域剑。放轻松，只需要魔杖。不对，不对。糟糕！好吧，奥利弗，我由衷的祝福你表演顺利。竟然这么说，收回去！开演前祝福别人表演顺利，可是禁忌呢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哦，我真是傻。这样的话，我希望你的表演乱得一团糟。没门儿，老兄，我只是四条腿生物。很好，平民，这是你要的汉堡。奥利，这应该不是什么汉堡。别跑出来啊！别担心，我会说。